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现在打一下复刻的《地狱级夜幕降临》三小时哦。那这一支达文西的话，我是有练啦，可是那是以前的环境下比较会用到，我觉得现在的话就不用了，拿一张起来放着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带大家用咒术合作的一趴大奖五条老师来通关。那这边也是全合作配置，龙科的话就帮我带上自己的武装就可以了。啊，你如果有复制五条老师五张都可以直接带上，没关系哈。好，那如果还有疑惑没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，剩下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喽。来，第一关哦，对，又是这个超级烦躁的过场哦，那个过场画面很久。好，第一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就转一个基础5 C， 好、哦、让五条老师可以去触发一个减 CD。好，好来这边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第二关也是转5 C 两次哦，然后稍微去消个咒力就可以了，因为对面还有大于等于7 C 的选项。好，这边继续给他。好，右边是手杀哈，所以要先打掉右边。好，那左边这边的话呢，先不用开张哈，先随便就一样，那个转到7 C 给他就可以。这边还只是小怪。好，来接着第三关，好，接着我们就可以固板连发了哈。好，固板连发，这边我们先开五条老师。好，然后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。这边是三鼠强反手消光暗、哦、啊，五条老师开下去有无视反手消，好来这边带走，来接着二血，这边我们再开个五条老师，好那一样哦，这边有无视反手消选项，所以消到木是不会怎么样的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，来接着来到第四关。好，第四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个丁奇野蔷薇，来接着我们开珍惜，好，最后的话把虎杖打开哈，啊这样子的话左上角的负面 buff 就消失了，我们就直接送给他就可以，不然原本会有一个消水减攻 99% 啊，就是你伤害会只剩下 1% 啊，那个消水减攻是你天降消到水也算哦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哦，哎，如果是带复制五条老师，你就直接领域展开打开啊，开五条老师这样就好，就暴力灌过去，伤害只要不是归零，五条老师都可以。游刃有余哈，来接着王一这边我们开五条老师，然后这边的话去把火珠隔开，哦，他这个不是反手消火，他这个是火符失联机灵化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去隔开。OK， 来一血这边带过去没问题，来接着二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把五条老师打开，好，那这边就是反手消火了，所以可以直接送给他哈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的话是复刻地狱五条老师全咒术配置通关，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